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怪兽侠司令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的是这款游戏《纸片马里奥折纸王国》。Yes， 我们上次玩到这里，先储存一下。走吧。又来到另外一个新的区域，好像有人来了。他留着胡子呢，是张纸片呢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他敲了，他敲下去了，好可怕啊！所以他们是树吗？留着胡子代表他地位很高。如果他们讲的话是重复的，我就不会再讲一遍。钱听说在后面很重要。这边有个破洞，没了。一直是觉得很怕，好有趣。也奇怪，我们刚才那个的，他有。敲出敲出来的东西、啊，这是树吗？啊，我一直在说过一样的话。这里都补一下，上面有宝箱，我好想要。今次应该不能走，那我也没路可走。哦，这里，这边跳不上来了，可以，这边跳不上去，这个应该可以拉吧。掉了一大堆叶子，10块钱。那最好走到迷路。掉东西，掉了一个耳环，掉到这个水里，它就变成好的花。那我再拉一遍，掉了一个收音机，拉起来就变好的收音机。红绳应该有什么神奇的？这是耀西的，这是耀西的女朋友吧？看不下去。哦，断了，这样我现在就可以上去了。哦，这样子杀是不会浪费的。去那个湖水那里，再来一次。对了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
弟弟看游戏吗？冲上去！我决定等等再玩一次，因为这边有个空格。哦，有小砖块，1000块。OK， 我找到了，再去玩一次应该就再有五星了吧。要怎么样才能再玩一次呢？看来没办法开宝箱，因为竟然有个破洞。五马啊，受伤了。结果我耗20滴血开了。地级公主城堡宝物模型。用牺牲打野，叮咚当咚！哎呀，金币消失了。宝物模型将展示在奇诺比奥镇，我们根本还没进去的地方。这座山比想象中还要大呢，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？一直跟大不了。身体变成可怜的速度，说的没错，老夫非常讨厌那些纸片。老夫现在连讲的话都觉得很费劲。没错没错，讨厌，快滚快滚！德库爷爷被砍了之后受到打击，致的自成一消，变得像一棵枯木一样，因此。不仅是奇诺比奥，所有的纸片他都非常讨厌哦。想要离开这座山，就必须赢得德库爷爷允许。你已经被讨厌，虽然很可怜，但也只能一辈子被困在这里。一辈子，这可不行啊！德库爷爷，我们两个不是坏心的纸片啊，而且我根本不是纸片，我是折纸龙。你说什么？这只小姑娘啊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就想办法把老夫变回精神百倍。神采奕奕的样子吧。如果你们办得到，老夫也不是不能让你们离开这座山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办到，但看你失去活力的样子，我也很难过。毕竟我们也想赶快从这里出去，试试办法嘛。你愿意帮忙吗，这只小妹妹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帮你解除这座森林里的奇客咒吧。好。
好了，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往深山的更深处走了。话说回来，深山的某处好像有一颗很厉害的种子，叫做生命种子。只要有那颗生命种子，德库爷爷就一定可以变得活力十足。交给你们喽，加油！念得我嘴巴好酸，到处敲，到处探索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先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